咱一做一笔心经拜主，请听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的顶半节，第二章到第四节，第六节的下半节，第八节甲第十一节。这以后，我观看，看去天顶有门开了，我立刻予圣灵感动，看去有一个宝座安置伫天顶。阁有一位坐伫宝座顶，看迄个坐着个，亲像碧玉交红宝石，阁有金围着宝座，亲像绿宝石。宝座个周围阁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衫，头壳顶戴着金冠冕。宝座中，交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拢满了目睭。4个活物各有6个石膏，遍体内外拢满了目睭。因日眠无停地讲：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哉、今哉、以后。应在全能者，逐摆4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予迄位坐伫宝座顶，活到永永远远的时阵。迄24位长老就趴伫坐宝座的面前，敬拜迄个活到永永远远的，佮将因的冠冕放伫宝座顶，讲。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民，并且万民是因为你的旨意受创造而有的。
so ai qua khắc bộ lại kiên bài thi. Thank you.
就是呼应我的宣传，我路足球小本钟，无路我求助，日夜无停，完全献乎主，就幸福，完全顺服主，才有快乐。真理的圣灵充满我心，赞我最坚。高处降临，这就是福音，我要宣传。我路主救恩，直到永远。上看好主的救赎恩情，我路我救主，日夜无停。感謝主天父，阮的救主，感謝你的恩典。雖然阮真正是不配，你猶原聽阮遮濟人，甚至你提醒阮講，你毋願意一個人沉淪，乃是願意人人攏悔改。但是主啊，因若袂晓，因若毋知，因要怎啊悔改啊？主啊，求你予阮有亲像你即款的心，予阮会听因，亲像你听因。愿阮将福音传予因，无论因对你的态度。是甚物款？主，阮的家庭的人需要你，阮的亲人，阮的朋友，因拢需要你。甚至主，遮身份人，阮头一摆所拄到的人，你毋愿意因沉沦。主啊，兼差就是阮，则着传福音予因，因咧等阮传福音予因，求你予阮袂惊吓，乃是凭信心传，求你常常一摆搁一摆提醒阮，除了因。来找主耶稣，因永远沉沦。哦，主啊，求主求你用阮做你福音的出口，让阮对答以后，常常忠心的传福音，抢救灵魂。仰耀主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下解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下解讲，万军之耶和华安尼讲。你要向这时问律法，讲若有人用衣襟弄着圣物，这衣襟爱着饼、或汤、或酒、或油，还是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这是讲无算作为圣。下个佫讲，若有人因望着死尸，目了有火，然后望到遮食物的任何一样，一个遮物件算有火吗？这是讲的确算有火。伊是下解讲，
耶和華講，這民這國在我面前也是安尼，恁手下的逐樣工作拢是安尼，恁伫壇頂所獻的也是安尼。第十五節，現在恁要對上，在今日以前，耶和華的殿無有一塊石頭壘在石頭頂的光景。在遐一切日子，有人來到國隊，想要得20刀，只得10刀；有人來到酒池，想要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恁手下的逐樣工作上，我以旱蜂蜂、梅卵、鞭炮攻击恁，恁犹原无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讲的。恁要对上一日以前，就是对这9月24日起，对上到立耶和华殿的根基的日子。仓库内有各种麻、葡萄手、无花果手、石榴手、橄榄手，拢无结果子。对当日起，我的确舒服乎人。主内兄弟姊妹平安。咱伫即几礼拜，咱有咧看即本册《甲介书》。咱当然因为一个月一摆咧看即本册，咱常常着小看温习，看啥物代志已经发生了。带这本册故事，咱会记得，因为犹太人因拜偶像，上帝将因和巴比伦掠去，掠去巴比伦70年。70年了后，因就受恩准，搁倒来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叫重建迄个城。因开始去迄个圣殿的时阵呢，因起了迄个祭坛，就有敌人反对因，因为敌人反对呢，因阁停止因的重建，无通阁起煞。14年无通起圣殿，上帝就责备因讲。讲这个殿犹原荒凉，恁家己也点伫天花板的厝内吗？因为安尼，因就加在开始起。虽然现在起这个第二间圣殿，无通亲像所罗门本起的迄间圣殿这么水，这么大。但是上帝犹原鼓励因，甲因讲，讲这个殿后来的荣耀的确大过圣城的荣耀，是最终上帝的家己荣耀与家己的名。因无需要挂意，甲介伫上帝第一摆通过甲介讲话4个月后，上帝就继续共甲介甲怀百姓讲，因对伊，因对因的评价，和因。安心的鼓励，上帝怎样讲呢？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你着按这是问律法讲，若有人用纱去刻圣物，这个纱去挖着饼，啊是汤，啊是酒，啊是油。啊是别个食物，
便算做圣了吗？这是讲无算做圣，是伫古约呢有真侪即款的仪式，所以利未的律法有真侪仪式。以色列人受期望伫仪式中非常着小心，避免伫仪式中的不洁。各界就问在这是关于这个原则。上帝是圣洁，到底这句上帝是圣洁对咱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是圣洁，要亲近伊的人，也着凭着圣洁的心、的态度来亲近上帝。古约的圣洁律法的概念就是安尼，但是这个就是咱人基本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就是因为咱人是罪人，咱得到亚当夏娃因的罪，因为因犯罪，咱变成罪人了。因为咱是罪人，咱未配得来到主面前。主君的上帝，你是圣洁，阮是罪人。阮袂配得伫你面前敬拜，主内兄弟姊妹，你别去一个所在讲，就应该无困的所在无，无压榨的所在，亲像比如手术室，还是一个咧冲药的厂。恁捌去无？讲迄个圣洁、迄个洁净的程度，着真正真正高。兼在恁多演戏，也是捌看到讲遮医生因怎啊做？这个医生，譬如若要入去一个手术室，因一定手着洗洗洗啊，真正好势，甚至伊袂用去换迄个水钻头。伊现在是用脚去开迄个水钻头，还是在较新鲜的，就是咱的手揢伫遐水家己出来。但是伊无用去换，然后伊洗手洗啊真正清气的时阵呢，有人会替伊帮衬伊穿衫，伊本身也是无必去换着迄个衫，哦，穿了就进入。手术室，但是咱三合想想，伊逐项已经穿了、洗了，务必要入去手术室的时阵，那忽然间一个人入来，看到伊将伊摸咧，会变作怎啊呢？伊就着需要对头开始，各家再去洗，各家再去穿，为什么啊？因为伊的清气无通传予迄个人，乃是到迄个人的楼上，的困都传予伊。甲该讲，若有人因为摸着死人的心思，染了污秽，然后。活着做些物件，担着做些物件，这个物件算做有诶了吗？这是讲的确算做有诶。为着咱的不洁、圣洁的代志，也变做无圣洁了。这个。清气无清气，这个原则呢，
伫咱今仔日的想法，咱现在咱艰苦明白，但是伫旧约呢的时代，真侪代志，真侪有一件物件，互一个人伫仪式上，伫主面前无结账，所以包括啥物呢？包括月经、药瘾啊，担着死人的心思，啊是去担着另一个无结账的人，所以代志根本。本身可能月经还是药瘾啊，本身不是罪呢，但是为着遮物件，上帝讲这个人变作无洁净，无通来到主面前，甲伊沟通敬拜伊。这个咱今仔日这个 pandemic， 这个 COVID， 这个大流行。是这个披露，咱想到讲大陆一怎啊面对这个 COVID 的代志呢？那伫这个所在有发现一个人有得着 COVID， 因伊将因会做虾米啊？是毋是因会对别只所在找到真侪无 COVID 的人，带来这个有 COVID 的所在？为着希望讲，遮无病的人会通度遮有病的人，帮助因通好起来吗？是安尼无？唔是呐，乃是那伫这个所在，啊是这个大厦内面有人得着 COVID 呢，因会将规个所在封起来。规个大厦封起来，唔允准人出入。为什么？要爱避免这个有菌、有病的人出来去度着别人，害人得着这个病。当然，咱怎样讲，到最后呢，因安尼做，也是无法，因无法通用安尼方法。控制这个 COVID， 所以因就改变因的方法。但是这个原则就是神，唔是遮无病的人，遮无困的人，会去度着遐有困的人，帮助因好起来，帮助因变作无困。乃是遮有 COVID 的人，有困的人，会通去点着。遮无困的人，害因会倒掉。接触不洁的物件，会予人同款不洁。这个是属灵的原则。有影遮物件，遮代志。就是咱讲月经、药瘾啊，所以本身是不洁、无圣洁，伊本身唔是罪，但是罪甲罪代志同款，会予人远离上帝的圣洁，因为安尼就无通受上帝的接纳。咱做基督徒。咱珍惜这个罪的概念，咱伫这段经文，咱就了解，讲这段经文有咧甲咱讲一个重要的原则。重要的原则就是讲，上帝的圣洁，和罪正罪一件严重的代志。啊，上帝因为圣洁。好做，正做一件严重的代志，因为上帝是这么圣洁，所以做无论是咱感觉多小的做，拢无法通受上帝的接纳。做真正是严重
的代志。咱唔应该将罪当作是小代志。圣经清楚甲咱讲，上帝恨恶罪，上帝恨恶罪。当咱轻视罪恶的时阵呢，咱就等于轻视上帝，所以咱唔应该将罪当作是小代志。圣经讲，恁敢唔知影不义的人未会承受上帝的国吗？唔通欺骗家己，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乱动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酒醉的、辱骂的、转食人的，拢袂通承受上帝的国。上帝真受气罪，罪人无通进入上帝的国。诗篇国讲，因为你唔是喜悦恶事的上帝，恶人袂会甲你同徛起。罗马书国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是严重的，唔是小代志。咱就清楚清楚这点，咱就会记得。第安尼，甲该国讲，耶和华讲，这个百姓，这个国，在我面前也是安尼，因手的各款的工作，拢是安尼。因在壇頂所獻的也是安尼。这个祭壇已经修理好十四年了，所以可见在那十四年来，在以色列人有常常在那獻祭。但是上帝爱讓他們知道，他們所獻的祭对他是无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爱因重建，建在起迄个圣殿，但是因无去起，所以因咧带在祭物来献给上帝时阵呢，是出自无顺从上帝的心，因的心是不洁。因为安尼，因的罪名翻过来是对伊讲起来是无圣洁的，无通接受的。撒摩尼记上十五章安尼讲，撒摩尼讲，耶和华喜悦小祭甲平安祭，兼亲像喜悦人听探伊的话吗？听命令，也加献祭，顺探也加供养的肥油。是，咱人人拢亲像做以色列人的情形。圣经甲咱讲，大家人拢是罪人，大家人拢是罪人，拢亏欠上帝的荣耀。咱应该甲主和好，咱的罪名，咱所献的罪，咱所献的侍奉，再受上帝接纳。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对上帝
的任何的事项及奉献，拢是多点的。哦，在咱信耶稣之前，咱对上帝的任何的事项及奉献，拢是多点，无意义。排人献祭对耶和华是厌恶，将敌人基督对伊看起来是喜悦。这个献祭买物件要献给上帝，但是是排人是罪，心内有罪，上帝无要接受。另外一位是异人，手无带了什么罪啊，什么罪，只能是基督献给上帝，上帝感觉是好的。上啊是歹人呢，一方面歹人是怀无信主的，无信主的是歹人，怀唔相信上帝、唔相信耶稣的，所以对圣经看起来，因就是歹人。另外一方面呢，咱做基督徒，咱呐一直活伫罪内，唔承认咱的罪，唔悔改，咱所献的祭，咱所做的事奉，上帝也无要接受，也袂通带到祝福予咱。无论咱是出钱来奉献，还是来赴主日崇拜，加主日学锻炼、查经、灵唱、弹音乐，甚至欠债咱是教会的职员，还是传道牧师、讲道，心内那有罪不承认、不悔改，所有的事奉是空空。上帝国讲，现在恁就对想，在日子以前，耶和华的殿无有一粒石头贴在另一粒石头的供应。在那日子，有人来到五角堆，想要摕二十刀，只得到十刀。有人来到酒池，想要摕五十盎，但是只得到二十盎。在恁手下特款的工作上，我以大方、梅罗、冰炮攻击恁，恁犹原无要归恩我。这个是耶和华讲的，恁就对想，迄日之前，就是对这个九月二十四日起，想到入耶和华殿军基的日子，仓库内有五角的浆子吗？仓库内有五角的浆子吗？葡萄酒、无花果酒、石榴酒、加拿酒，拢无结果子。这段经文
就是亲像甲解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十一节，上帝也是有安尼讲过。上帝伫咧挑战人讲，恁好好去省察恁家己的行为，省察恁的情形。上帝咧在讲，恁想起来，恁未顺服我的时阵，这个圣殿的根基也未起起来的时阵，石头也未一粒一粒刻落去的时阵，恁的情形是甚么款啊？检视恁的情形真正困难，恁的修行计无够恁用。上帝伫咧挑战因，但是现在既然在犹太人已经听探上帝的话，已经有开始重建这个圣殿，上帝咧甲伊讲，各项代志要改变了。上帝说，对今天起，我的确要舒服给你们。中心的确的福，中心的确的福，信用耶稣也是有给我们这个原则。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您就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您了。主来兄弟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咱对上帝忠心，咱就听从伊的话，顺服伊，咱就得到伊遐来的祝福。无独独意思讲，咱会变作大富翁、大有钱人，毋是安尼意思。毋是意思讲，咱的生命会绝对无问题。但是意思讲，咱若对伊忠心呢？伊会甲咱同在，伊会引导咱经过遮困难。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拄着海，因为你甲我同在。只要一个亲近上帝的人，有把握通安尼讲，咱若活伫罪内，唔承认咱的罪，唔悔改，上帝唔接纳咱，咱所献的钱、的书房，对伊拢是无法通接受的。主来兄弟姊妹，朋友，咱好好思想，是毋是你已经有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决志要跟随上帝，以伊做你的主，做你的王吗？你若也未安尼做，我鼓励你，我要求你，你今仔日就来信主耶稣，就来跟随伊，你就来接受伊。你若是已经是基督徒，是毋是你有尽你的本分，要来跟随主，要来顺从伊，要来做伊所爱你做的物件无？是毋是你若犯了罪，你有谦卑落来伫伊面前认罪无？现在你已经来聚会一段时间，你有在侍奉主吗？你的侍奉是不是出自这个
结晶的心来释放，还是欠债你也好为自己在打拼，无为主的国来打拼，甚至欠债你是教会其中一位侍奉人员，无论在哪一方面，咱来好好省察咱家己的心，来想讲，是无？我所献给主的祭，是毋是受主接纳？是毋是出自圣洁的心？毋是意思讲咱是完全，因为咱在这个世间根本无人是完全，但是是不是咱若有做了得罪了上帝的代志呢？咱承认咱的唔对，求主赦免，真正的悔改，咱就安尼再受上帝的接受，受上帝的接纳。是不是我爱上帝所喜爱的，还是我真的爱我自己的益处？咱用淡薄时间来安静下来，省察咱的心，求主用他的光照亮在咱的心，让咱看到，看到了一角有黑暗、罪恶的代志，求主让咱真正认罪悔改。咱来用这个时间，闭关心，当来领受今仔日的圣餐。As we drink this cup, we worship you. As we eat this bread, we honor you. And we offer you our lives as you have offered yours for us. We remember all you've done for us. We remember your covenant with us. We remember and worship you, O Lord. As we drink this cup, we worship you. As we eat this bread, we honor you. And we offer you our lives as you have offered yours for us. We remember done for us. We remember your covenant with us. We remember and worship you, O Lord. We remember all you've done for us. We remember for us, Lord, we remember.
主耶稣受出卖迄一暝，伊就去拼来，捉蛇了，就避开，讲这个是我为恁拍破的身体，恁应该着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三合领受这个饼，同款食饭了后，主耶稣也去背来，讲这个是我为恁留的宝血。恁应当就安尼行，为着是纪念我，咱三合领受这个杯。主，搁一摆，阮向你感恩。伫阮老上的时阵呢？你随请阮，主啊，求你予阮日日时时刻刻的为你活，无论阮所做的是啥物，拢是祈求主你的荣耀，拢是顺服你的旨意，主啊。你是圣洁的上帝，若不是你恩准阮来亲近你，阮根本无恩望。阮满心感谢阿罗尼，愿阮所献上的祭物，阮的侍奉，阮的阿罗，阮的敬拜。得你的接纳，荣耀主你的名。愿圣父、圣子、圣灵常与咱每一位同在，予咱时刻活出圣洁的生活，荣耀主的名。祷告主耶稣第二摆过来，阿门。Peace follow you in believing as you find sweet